让我们一起看一下年度突破男演员荣誉的提名短片。获得年度突破男演员荣誉提名的是王仁君、问苍茫。要光明正大的斗，狠狠的斗。白敬亭、长风渡。我顾九思，愿以此身血肉，护你一蹶不振。 张若昀、玲珑少年，你们还会经历更多的失败，更多的空欢喜。张晚意，父辈的荣耀。从今往后，我会让小晴越来越幸福。肖战，梦中的那片海。骄阳伴我。人生可不止这一片什刹海。陈晓，人生之路。看看兵马俑，看看我们的老祖先。 获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第二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年度突破男演员荣誉的是肖战、王仁君。从老北京到职场新人，肖战在不同年代的反差角色间自由切换，赤诚和可塑是他的标签。 王仁君用细腻生活化的表演，呈现出历史人物的青春热血。有请荣誉获得者发表感言。大家好，我是演员肖战，特别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电视剧盛典对我的认可。每一部作品都凝结了台前幕后所有人的付出和心血。作为一名演员，能够有所突破。 也离不开所有人的帮助，这份荣誉对于我来说既是一份肯定，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会更加坚定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也祝在座的每一位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龙腾瑞气，艳舞春风。谢谢，非常感谢中央。